张生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你先别睁开眼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这里漂亮吗？嗯，哥，这里是我脚皮的最好看的一个地方啦。哥，你们城里面有花吗？我们城里面有花店，还要买花呀？你看这么多花，还要买花？哥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？红烧肉啊。我除了红烧肉，我最喜欢花。等我长大，我也想开花店。好了。你会长出那个须须吗？我不是飞仙舞的。江生，你真傻。蛐蛐是蛐蛐的妈妈生的，姜只能生姜了呀。那梁生肯定也是梁生的妈妈生的啦。妈妈。你妈妈呢？我们怎么还没有找到她呀？你们两个，你们俩记着啊，我们都是妈妈生的，知道吗？嗯，下楼吃饭。生呢？在院子里玩呢。心若，嗯，你去办一下梁生的收养手续吧。嗯，给梁生吧。给梁生。
我也想吃荷包蛋。妈妈明天给你做。你去喂爸爸吃饭吧，江生。意外发生后，报社发放的抚恤金全用在了父亲的治疗上，母亲不得不担负起养家的重任，日子捉襟见肘。哥，你要吃吗？不用了，哥吃过，你吃吧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哥，你吃吗？你还是吃一口吧。你吃吧，哥不用了。